大导演洛比桑又有新片，新片叫做《勇士之门》。呢套戏由佢监制嘅科幻片由新人做主角，讲述一名宅男进入游戏世界打怪兽。咁呢套戏又唔系冇明星嘅，好似吴镇宇，佢就饰演一名神神化化嘅巫师，而台湾型男赵又廷饰演嘅武士就教男主角武功。金陵十三钗女主角艾莉就饰演公主，至于好戏之人魏英雄就饰演山中精灵。呢套戏都几多特技，应该有啲睇头嘅。